疯了，霍总的神秘夫人怎么会是我？最好不是你，否则的话我神经病。好，我马上。是你。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，钱呢？我让你查的是霍宇轩的神秘夫人，不是这个贱人。再去给我查。臭女人，说好的让我回公司的，想打我？来呀，朝这打呀！宋宋诗宁才是我们共同的敌，只有他走了，我才能让你回来。宋诗宁，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好，这一次我要好好的折磨你。霍总跟总裁夫人离婚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与我无关。你不是喜欢霍总？你要是喜欢霍总，你就去追，别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。你要是不喜欢霍总，为什么成天缠着霍总？因为我想进设计部啊，你又不同意。再说了，我都已经结婚了。啊，你结婚了？